小鱼的睡眠时间很短，幸运不困。是好老公，徐护士回来会累，要睡觉。西雨先帮徐护士把床铺好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徐护士她是睡在地上的。这里是西雨的床，这里是徐护士的床。老公，你跟你以前那个同学还有联系吗？哪个同学啊？就是莹以前那个男朋友，不是你大学同学吗？啊，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我今天去医院，护士跟我说，莹不是一个人去的，还有一个男人送她，我以为可能是你那个同学。他已经移民了，送徐莹去医院的人不可能是他。我不是怀疑莹莹，我是担心她以前那个男人又来纠缠她。西雨跟莹莹订婚之前不就有过这一次事儿吗？所以我是担心。哎呀，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别管那么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老公，我觉得莹莹是真心喜欢西雨的。虽然以前我也跟你一样，觉得莹莹嫁给西雨是为了报复抛弃她的那个男人。但是后来我觉得莹莹对细雨是真心的，所以你以后不要再对她有偏见了。我去洗澡了。